上还出了很多的飞沙，然后他就找到十个小学的小学生来拍他，结果十个里头有八个拍出来跟老人家的飞姐是一样的。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小孩的寒气非常的重。那也就是说他一拍打小孩都可以。还有一家更逗，这家有祖孙三代都来拉筋拍打。拉筋的时候筋最软的是谁？那是爷爷。第二软的是爸爸，最硬的就是这个孙子。为什么？基因。他的体现形式和老人家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学生大陆也是一样，首先是所有的小孩大部分都对近视眼是最多的，还有椎病也有，再就是五花八门说不出的什么病，好，那怎么办？拉筋拍打都过来。所以说我是建议，如果在座的一个老师和校长的话，在中小学大学的时候推行拉筋拍打是最好最简单方便的一个群众性活动，非常好。在家在学校，我去大连，脚或者背的问题，一定要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盖正牌时会痛，可以用立拍吗？刚才我怎么说的呀？你拍的正面痛，那说明那个地方是有问题，那那个地方更加要大力拍，这样你能忍受。三。最简单的，人人都会的办法，就是照他的途径，网拍。